新闻联署一范一华采访报道。而起诉李前总统到底对谁的选情有影响呢？蓝营的支持者说信心大振，但结果呢？杂志民调出炉，那么寻求连任的马英九总统因为这件事情声势暴跌。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中南部基层替李前总统愤愤不平的。那么现在有不少的广播电台的政论节目，民众也都call in去批马总统，痛骂这根本是政治追杀，还说马英九总统太忘恩负义了。民众在公园闲聊，你一言我一句，全为了替前总统李登辉抱屈。哎，大家来看袂了，我来讲一句，马年教，马年教是袂，应该真正，我真正袂传统，我就甲讲一句，较闭嘴啊。越讲越气愤，炮孔通通对准总统马英九。民众质疑特侦组起诉李前总统根本是政治追杀。你迄老人九十岁啊嘛，你迄都不应该来甲对扇嘛，还望阮陪伊，安尼就好啊。马英九嘛是李登辉扛起来啊。李前总统因为国安密账被起诉，这件事成了南部青绿民众关心话题，也是地方电台的讨论焦点。call in电话披马声浪没停过。这吃果子无摆厝头，无大钱，搁开怪手啊，连棍杀个乌条啊！这若伫咱台湾的民间，这种的人叫做臭俗啦，这个臭俗啦，这个白杀狗啊！哦，台湾人绝对爱学有一个架势啦，尤其是阿辉伯啊，九十几岁啊呢，从都分开，这个李登辉老总统是咱自由民主的这个也是父亲呢。前总统李登辉遭起诉，寻求连任的马总统背上忘恩负义的罪名，南部地区已经逐渐凝聚一股挺李反马的力量。三立新闻综合黄志忠高雄报道。另外，重整复飞之后的。